应该讲，迄是人伊，这是一个推论啦吼。那恁应该讲，当时十九世纪是爱英国人统治天下，吼、哦，所以英国嘛叫做，啊，叫哪？国不落日不落国，吼，日不落国的国家吼、哦。所以应该讲是英国的建立，但是英国伊缺失了迄个条件，所以用鸦片践踏英国人，所以到尾。伊个文明当时伫个历史，所以来专门美国。啊，啊，所以今咱个即挂科技个物件拢英国吼，工业革命方面是英国来啦吼。所以其实讲啦，到现在咱到现在嘛，拢靠美国西方个英国。吼，啊，你是咱大家拢在讲个未来是二十一世纪嘛，咱中国人个英文啦吼。也伊嘛讲，当然咱中国人个英文嘛，是讲咱个一千八人个天下。有咱呢，有咱中国人的应对，就是这个道统要传遍天下。